학교 기숙사에서 동급생 두 명을 잔인하게 흉기로 살해한 류전즈. 유가족들은 그에게 비난을 퍼붓고 있습니다. 그러나 사건의 진실이 밝혀지자 오히려 중국인들은 류전주를 두둔하며 중국 사법부를 맹비난하기 시작했죠. 慌乱中，他用水果刀将两人反杀。事后被死者家属告上法庭，可他们绝口不提施暴者的恶劣行为，却要求判处大学生死刑，并索要500万的天价赔偿。就连法官也选择站在施暴者一方，并多次打断大学生的正常发言。天这起案件则让正当防卫法倒退了至少10年。 那么，这起惨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轰起来一个醉汉，不问青红皂白的拽住他，就是一顿外力输出，直到被打得头昏脑胀。刘振志也不明白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一脸懵逼的他询问对方：“他说让我出来，然后我说我没听懂，我说什么？然后他直接来抓我，抓到我的背里。”然而，就是这么一句反问，对方彻底被激怒了。其中一个瘦高个鄙视了他一眼。 愤怒地将刘振志的被子拖了出去，刘振志跟着来到门口处，却发现门外站着十几个他不认识的人，其中一名稍胖的男生率先对着他破口大骂，并叫他滚出来。同学也一直在劝架阻拦他们。刚才我们中间那个人把被子还给我，然后跟我说他们要喝多了，我说来找我，然后我想想喝成这样，我就不算了，我就回去睡我的觉。他跟我说还跟我说不会的。老实巴交的刘振志也不想惹是生非，并用力地再次将宿舍门撞开，还是先前的瘦高个冲进来，立马揪住刘振志进行了二次殴打，并且命令他出去。刘振志知道他们喝醉了酒，并没有听从，可谁能想到瘦高个直接一把抓住刘振志的手臂，使劲地将他往外拽。挣扎期间，刘振志摸到了寝室桌上的一把水果刀。 此时的刘振志无比气愤，他询问对方到底想做什么。瘦高个二话不说，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死死掐住他脖子，并将他甩向门口的人群中。随后迎接他的便是噼里啪啦的一顿暴打。期间，刘振志一直在躲闪，可对方不仅没有打算放过他，还手脚并用，狠狠地对着他持续外力输出。刘振志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打他，他只觉得浑身疼痛难忍。 终于，他再也承受不住了。右手拿刀，你拿刀出去干什么？我只是想保护我自己。事实上，监控已然清清楚楚地记录了案发的全过程，明明是他们几人欺负刘振志在先，他在被逼无奈之下才选择了动刀。可即便是这样，庭审中两位死者家属仍旧是咄咄逼人，并要求法院从重处罚伤人者刘振志。一次都没有动过手，你刚才说。 然后就直接挥刀了，是吗？对。然后你是挥刀还是直接用刀捅的？挥的刀。然而，刘振志直到此刻都没想明白，为什么与他素不相识的两人会突然上门殴打他。警方从老师同学那里了解到，刘振志来自辽宁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他性格内向，为人诚恳老实。 也没什么复杂的社交关系。某听说好哥们受伤后，酒精上了头的他便扬言要替兄弟出头，于是借着酒劲，便发生了这一场悲剧。 사건 날 오후 학교에서 사망자 중 한 명이 달리기 시험을 보던 중 그만 트랙에서 류전주와 충돌하는 일이 벌어졌고 시험을 망친 사망자가 15명의 친구들과 술을 먹고 복수를 하겠다며 기숙사로 난입을 한 거죠. 그러나 CCTV로 확인해본 결과 사망자와 트랙에서 충돌한 건 류전주가 아니라 다른 학생이었습니다. 그러나 술에 만취한 학생들은 판단력을 상실하고 죄 없는 류전주를 집단 학폭의 희생양으로 삼았던 거죠. 류전주는 영문도 모른 채 맞아 죽을 위기에 처하자 기숙사 방에 있던 과도를 휘둘렀고 그 과정에서 두 명의 학생이 숨지는 사태가 벌어지고 말았습니다. 零号黄色，致二人在蓝色楼道蓝色铁门附近先后倒地。
我们家王策也是从小一个孩子特别善良，然后从来没跟别人打过架。然后呢，因为刚才我也是听了都有证据、证言还有录像，里面没有我们家王策动手打人的这个记录。然后呢，现在王策您好都已经去世了，现在不能说因为被告人一个人证言，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动手，因为起码有证据了，甚至他们两个人打上了，这个我们也没看到。要明确的就是所有的证据证明在宿舍内这个侵犯人林浩没有对这个被告人进行暴力殴打。这样的解释，刘振振终于忍不住了，并进行主动发问。没有打出伤来，只有外伤才叫伤。他们打得我很疼，他们有好像有时候为了打得我疼跳起来打，这都不算是伤什么，外伤才叫伤。他们打得我很疼，他们有好像有时候为了打得我疼跳起来打，这都不算是伤什么，这是轻微的。法庭上对于刘振振的疑惑，不仅无一人能正面做出解释，最后的最后，失望至极的刘振振即便是觉得很委屈，但还是非常诚恳地向受害者家属致歉。叔叔阿姨，我真的对不起，因为我的原因让你们承受这么大的痛苦，真的对不起。二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振振犯故意伤害罪，且其犯罪性质和后果特别严重，法院不认为其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但鉴于刘振振案发后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罪行，并主动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且被害人一方在案发时曾两次将被告人拉出宿舍殴打，被害一方具有过错，最终刘振振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共计赔偿两名被害人家属88000元。庭审的最后，刘振振说出的一番话让人感到又心酸又无奈。这行为很后悔，再有一次机会，我或许再忍一忍，或许他们能停手，能不再打我真的，我对不起叔叔阿姨，对不起。看到最后，小编想说的是，如果你正在家里熟睡，一帮醉汉突然冲进你家殴打你，你会害怕、会心慌、会恐惧吗？你应该反抗吗？분명 살인은 중대 범죄입니다. 그러나 류 전재의 억울함이 공개되자 수많은 중국인들은 그를 두둔하며 중국의 사법부를 맹비난하는 반응을 보였는데요. 억울하게 집단 학폭의 희생자가 된 것도 억울한데 생명의 위협 속에서 어쩔 수 없이 정한 것이 왜 정당방위가 아니냐는 중국인들의 분노 섞인 질문에 중국 사법부는 여전히 침묵만을 지키고 있다고 합니다. 언제든 우리에게도 닥칠 수 있는 이 사건, 만약 여러분이 겪게 된다면 어떻게 반응하실 건가요? 구독, 좋아요와 함께 솔직한 댓글을 달아주세요. 감사합니다.